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，现任蜂巢音乐制作总监吴金岱，足迹踏遍不同海拔的山区田野，以及台湾许多海岸与湿地，甚至出海捕捉水面下鲸豚的歌声，记录这片土地最美的声音，掀起聆听大自然声音的音乐潮流。本集公视艺文大道邀您一同聆听这场来自大自然的音乐盛宴。